他这个前面过来。啊！前面啊！在这儿。都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往后退！吴金峰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，马上放了小磊！我告诉你们，电闸我已经合上了，这下面全是电网，你们再往前一步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！往后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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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已经无路可退了，马上投降！我儿子已经没了。这些年为了给我儿子治病，我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这个家早就家破人亡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小东西，要不是因为救他，我也不会谋杀了我儿子。吴金峰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现在要冷静。老鬼，你再过来我就掐死他。五哥，五哥，你冷静点，千万别冲动，我求你了。对，全体警员往后退。退！放后退！退！放后退！放后退！你们谁也别过来！关键站！前面！十一表姐，出来！你别以为你躲着我就抓不到你。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的。你给我出来！Thank you.